为了把台湾优秀的音乐人推向国际，2024 GMA 金曲国际音乐节策略联盟跟国际重要的音乐节合作，让多组歌手跟乐团到海外演出。新生代创作歌手 Lucy 近日应邀到日本户外的露营音乐节，跟当地的歌迷交流。而接下来呢，还有百合花乐团接力到韩国釜山演出，让台湾的音乐人到异国绽放。慵懒声线唱出浪漫氛围，今年的金曲国际音乐节策略联盟首度跟日本指标性户外露营音乐节 One Music Camp 合作，新生代创作歌手 Lucy 受邀到日本公开演出，用音乐在异国交流。我觉得日本人很可爱，然后他们就算没有动很大也还是会讲，就是矜持不住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感觉我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就配合度很高。连演绎八首经典歌曲 ，Lucy 扎实感受日本乐迷的专注热情。而金曲国际音乐节策略联盟计划要透过 GMA 平台与各国重要音乐节建立合作关系，将台湾的歌手与乐团推向国际，也让这些优秀音乐人到海外蹦出更多火花。Lucy 到日本展演，百合花乐团也将接力10月到韩国釜山 International Rock Festival 演出，让台湾的音乐在异国绽放。记者报道。